怎么样，帅不帅？这是牙枪。本节目由钢枪钢不过落地做成盒的自玩酱出品。爱吃鸡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自玩酱，带你见证吃鸡儿的一万种吃法。还有小嘎嘎要救队友是不是？哈哈，开枪搁那嘚瑟，恐吓我呢。哎，吓唬吓唬他，让他不敢过来，知道不？吓他。别看我没打着他啊。队友都嘎了，哎，咋还有人呢？嗯，那俩小嘎嘎都被我撂了。哎呀，都死了，好。跑了啊，队友被我打死了。哎，这俩小嘎嘎都吓跑了啊。你说横不横我？我太横了啊！拜拜喽，搁这边走啊，不跟他们硬碰啊！咱们单人四排，别给人硬碰硬。哎呀，后边有人！我去！哎，哎，哎，后边有人呢。哎呀，打蒙面怎么样，牛不牛叉，可拉是不可拉是，这波操作帅不帅吧，帅不帅？打不着，太远了啊，都搁那边呢啊，在那边呢，怎么这是要有干意呀、啊，过来了，几个人？哎呀，靠！不行啊，快撤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妈呀！别打，不要啊，不要啊！哎呀，我是自玩酱，一个永远吃不到鸡儿的游戏玩家。